慧教育的三根支柱就是升本理念、知识系统，还有教师的专业成长。升本理念是它的内涵，知识系统是它的外显，而教师专业成长是它的保障。我要跟大家分享四个好，第一个是好老师，第二个是好理念，第三个是好智慧，第四个是好案例。不管他怎么滚，我们用两条平行线去夹着他，他们的距离始终不变。同学们，你们觉得好吗？行，来，咱们再来挑战一下。